教大家怎么样跳爱心舞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先就是我们总共几个八拍？总共两个八拍，非常简单。来，先给我一点音乐，好吗？先教，先教，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数四个八拍啊，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八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很好，再一次哦。没关系，我们先从第一个八拍来，好不好？第一个八拍，好，第一个八拍，再一次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都会了吗？还有没有人不会的？没有九十啊？没有九十，两个八拍而已。对，来，我们来第一个八拍。好，第一个八拍都会，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八拍啊。好，第一个八拍，来五六七八，一，打击两下。来，我们教学来教给他。好，来打击两下。太棒了你！来来，再看一次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七八，好，再一次啊、哦，哈、哦，很难，对不对？没有关系，你学起来你就变聪明了。来，来，第二拍，第二八拍哦，来，2 2 3 4 5 6 7 8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来跟着音乐一起喽。还没音乐还没好，那我们从第一个八拍开始好不好？第二八还记得吗？好，来，我们一到二一起来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来第二个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来继续哦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后面都会了，我们要多练习，好。那我们等待音乐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先就是预祝大家哦，龙年啊，这个什么，今天什么年？有点干哦。好的。OK 了，来，我们准备音乐要开始了，各位朋友们可以请你们就是挪动你们的尊臀。挪动你们的尊臀，小心桌上的饮料杯子。来，我们音乐可以开始下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那位姐姐跳得非常好，姐姐你有喝酒对不对？来，教官说，可以扭动你们的屁股没有关系。后面的朋友。谢谢。